辆辆帅气超跑现身街头，成为目光焦点。国际车展在高雄率先登场，超跑打头阵增添话题，还有漂亮车模走秀，人气大 PK。 这次的车模佳丽有前职棒啦啦队的明星啊，也有选美的佳丽啊，也有各地啦啦队竞赛的冠军。这次车展规模盛大，有超过30个国内外汽车品牌。展场中不止高档跑车，还有房车，让不管是爱车一族或是想购车的民众都能满足需求。12个车商，15个品牌，在这次车展当中有好几个品牌也会推出一些新车发表或者是新改款的车辆。在展期中，车商也推出各种特惠专案。热血车迷不能错过的车展，高雄、台中、台北接连登场。车商期盼借由活动抢攻在农历七月前的购车潮商机，交出亮眼销售成绩。三立新闻连冠志高雄采访报道。